是演员王子琪。如果国戏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放松和一些调味品，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一行特别开心的一件事。谢谢你们，很感谢你们。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时候都是在好的故事里面，好的作品当中。我觉得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，然后在作品中相见吧。演戏是我热爱的事情，感谢平台对我热爱的事情的肯定，我会带着这份荣誉继续往下努力，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。谢谢。